像与教育类的，可能不好做。最好做的其实是去马来西亚拍美食。光可能马来西亚的美食拍个三年都拍不完。因为马来西亚福地这么大，全国各地的美食一定都很不一样，所以光拍这个议题可能拍个三五年都还拍不完。所以如果真的要长期拍的话，可能在马来西亚启动第二家园计划是不错的选择。我安那边。你是为我吧？我应该答应。我有你，我有你。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马来西亚发展的？我买过一次了。那有人觉得赔偿多一点？来，我们一起去马来西亚买房子。啊，整只的，切还可以片的，有啊，六片300。啊，便宜啊，整只的啦，整只的。说真的哦，马来西亚的房子相对台湾来讲，比起来便宜很多哦。一片一片的，还有5片500块。好。你来小雪哟，是吧？啊，小珍枣。How you can support you were Taiwan young walking around?
是会寻找出路，你帮他安排的，他未必要走你的路。其实有时候要让，要让年轻人自己出去闯一闯。去哪里闯？闯一闯之后再回到家乡，就像这个，就像这个就好了。跟你讲这个，以前农历呢？走去高雄弄溜咧，对啊，你啊无两万块嘛，恁老爸拢有甲我讲过。我十七岁时，一个月就领3万5。怪恁老爸花钱，而你倒立出世。还是因为我搁买车，搁买好个歹。对不对？然后到最后还不是回来跟他爸爸一样。到最后还不是回来，赚比较多，所以有时候让年轻人出去闯一闯。我也说过啊，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，哦，一开始就说啊，我不要接家里的事业，太累了，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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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出去的社会铁拳打过一轮之后，又回来了。算是一种特殊案例，18岁白手起家，拼到现在百亿身家，那个是，那你是一个特殊案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啊，出来闯一闯都可以有拥有百亿身家啊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不要给年轻人太大的希望，然后造成他们会有过多的失望啊。要看什么鱼来？我去教书是在误人子弟，好不好？比我强大的人多的是，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域存在。哎，这个什么鱼啊？
且并不是每个人的志向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哦。我真的遇过那一种利他主义的人，那自己明明都已经过得苦哈哈的，还在替别人着想。真的是有这种人存在，这种利他主义者哦，在我的人生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行为。我要帮助别人之前，我自己要先过得好。帮你什么？帮你找女朋友吗？不行。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一旦我看上了，我就不会让给你了。收来当秘书吗？好，副手上礼拜没有来。上礼拜有休息，另外那个不知道。谁？上礼拜另外那个不知道。他不是哦。哎呀，今天白鹤多的，阿姐白鹤多的。三明治蒸，好久不见。三阿是轻的啦。三百是较细阿袂，较细只，这较大只。啊，今麦拄我中秋物件拄来拄贵啊。所以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哦。你看有些人
一生就在致力于维护什么海洋环境啊，自然环境啊，钱对他来讲就是能过生活就好了，嗯，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。他就想好好的维护他生活的生态。真的很早。三块五吧。一人先一块两块了。好。来十张找。下一场都这样子，开一场先看他们轻松卖。这星期乌日有吗？这星期乌日有啊。接了你。你只我等你炸等你真真正正。包给包起来我的啊。尽快给你洗手。对啦，我来，我弟弟来再洗手。啊？这不是这三个。一个三个哟，哎，七七六，小弟 ，Good morning， 香港来的朋友 ，OK。闷烧长腿美人妻你来啊，为什么要加上闷烧两个字呢？因为准备要发展第三部片。
八十五。不用问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所以我就直接回答你。会吧？打霸虎龙。下一部片的那个标题叫做《闷烧人气大爆发》，Dash 熊战。我就说我不玩。我不往 AV 界发展，好像淹没人才。当男主角也可以当导演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我现在在狂瘦身了，你知道吗？赶快把什么该有的肌都练出来，这样子才能上场。有一份问卷调查，调查出女性在看